今次介绍的这间 Wondrous 花艺 cafe 啊，可以带狗仔去的就是镜头前这间，但我们现在要找泊车的地方。那这条搬冲街呢附近都有很多的两小时街标的，我们就好彩啦，泊到两小时标位搬冲街啊。呢度系咪好有 feel 呢？如果上嚟呢一间花店 cafe 嗰度摊翻个下午茶嘅话咧，记得预早一个月，每个月头一号咧就会 book 下个月嘅日子。咁你月头嗰日就喺佢哋 Instagram 嗰度咧 inbox 佢哋约下一个月嘅日子。个样认真少少，唔好笑。俾啲感情，喺花店嘅左手边呢间 Hana 咧，就是我哋今晚食晚餐嘅地方啦。佐敦官涌街咧，好近西九龙嘅，难得我哋拍到两个钟头标位，所以就决定搭的士来回啦。平日成日带狗仔去个西九龙就喺呢度啦。到啦！几时都话西九龙系最靓噶？睇佢个海岸线。哇，好靓啊！呢度嚟咗好多次啦，都不过西九龙咧，自从出咗名之后咧，就超级多人啦。今日已经算少啦。夜晚仲靓啊！而家咧只要留名同埋电话就可以免费租用呢啲凳噶啦，好正啊！今日嘅行程好丰富啊！去完花艺店之后咧，就有西九龙啦。其实有时间嘅话咧，可以去埋隔篱呢间 Rough and French 啊，嗰度行下嘅。成栋都是卖狗仔嘢嘅，咁我哋而家去咗食饭先啦。狗仔就可以坐门口呢两张台咯。